屏东钓礁的泰国虾，这几年因为疫病产量有下降，虽然讲价钱有起，但是养殖的成本也是对得起。今年状况总算是小夸当和，定公所今仔日早时也举办一年一摆的赛新虾活动，希望通鼓励在地饲虾的农民。目睭看过箱仔内底泰国虾，一只比一只搁较大。屏东钓礁一年一度的赛新虾活动，初时透早举办，未少养殖业者来参加，要比看卖谁的泰国虾较有分量。目前最高啊！可惜今年的冠军公虾335克，母虾199克，拢无破往年的纪录。事实上，泰国虾今年因为替虾症疫情，造成产量减少，价钱对的起价。目前公虾价钱一斤390克，母虾一斤310克，比往年起大约20到40克，但业者煞赚无虾米钱。六七八九，这四个月。温度高，伊的水温真少，伊的死亡率真高，嘿，伊的死亡率真高，所以讲产生这个、这饲养的这业者，大家拢安尼无钱赚嘛。有价无量，让业者真烦恼。趁今年养殖状况有较好淡薄啊，定公所将赛新虾会场刷来剃到园区，希望吸引搁较侪游客来。铁道园区玩啊，那就刚好遇到活动。有看过这么大只的泰国虾？很多泰国虾养殖业者哦，能够透过平台哦来互相交流，提升我们在泰国虾养殖的一个技术哈。虾啊，伫大鼎内底插甲红公公、公公胖，除了去活动刺激买去，当地餐厅嘛继续研发新菜式，对养殖到餐厅做伙合作推广，希望进行当地的产业。记者陈宏武、林昭冠、屏东报道。